同学们好，即兴辅导班啊，现在讲的曲子叫做《水之吟》，我写一下啊。这个曲子外面没有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我自己作曲的，我自己作的曲啊，那外面肯定没有啊。名字也是我自己随便起的啊，因为我听见这个味道有点像这种味道，是民歌啊，民歌，我来弹一下。谱可能放不下，我可能后面就来不及看了啊，我就后面随便谈谈吧，我可能记不住。谱五张谱放不下啊，低调低调啊，好像有点声音，对不对？是谁没有关麦？可能是啊，是谁没有关麦？这个叫谁吧？海洋线关一下麦啊。好的，我来弹一下啊，低调。这个当抖，有两个声的，一个咪，一个西，哆来哆来咪，咪要声的，发嗦拉，西要声的，好。第二页，第二页。